南投县水沙岭社区大学日前举办成果展的活动，展出这一年来学员们学习的成果。县议员陈怡君表示，随着高龄化的社会，人们要活得更好，终身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并且透过终身学习可以手动、脑动、口动以及人际互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终身学习。所以怎么样活得老又可以活得好，终身学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讲呢，对民众来讲，就是好像呢每天都要去上课一样，那透过这个终身学习可以让我们脑动、口动、手动还有人际互动，所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终身学习。先远叶仁创表示，社区大学提供各式各样的学习课程，让大家在闲暇之余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学习，也感谢县府教育处能够办理社区大学，让地方动能能够更丰沛。在你平常工作之余或闲暇之余，那针对你有兴趣的学业、课业或是技能方面，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学习，那借这机会要感谢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样的举办，然后提供地方在地的一个动能非常的丰沛。边远黄世芳表示，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也感谢县府教育处对于终身学习的支持，让县民有接受终身学习的机会。那我想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是很重要的，那也很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对我们社区大学的支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来享受到非常便宜的一个社区大学的课程。那未来也希望我们各位我们镇民或县民能多来参加我们社区大学的课程。县议员林芳宇表示，社区大学课程非常多元，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多利用社区大学学习您有兴趣的课程。我们以往的这个农业社会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现在的环境可以容许我们去做我们喜欢的工作，学我们喜欢学的东西，所以欢迎社会大众能够多多的来利用这一个社区大学。副议长潘一全肯定县府教育处办理社区大学的用心，也希望未来教育处能够规划更多元的课程来提供民众学习，落实终身学习的推广。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